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为什么你就是讲不听？已经这么多人确诊，跟你好像没有关系。你是否一直以为自己不会那么 unlucky？ 总以为那些病毒是传别人而已。张开手看看，好像很干净，是病毒太小看不到而已。你排队的距离还是很靠近，是不是我丢糟糕你不敢？别人还想活下去，我们都一样，都一样。那个病毒不会管你是谁，你给他机会，还寄给罗莱水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有谁会比我更关心你？暂时不要见面，才可以一辈子都见面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牺牲自己站在最前线，为我们，他们没有任何抱怨。而我们需要待在家里面，抗疫情心痛作战肩并肩。配合就会赢。